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，这是铁石的部分，我们来看盖子。直接从那个我之前上课的答案来叫出来看，我们看盖子对不对？啊，这边打错了，应该是盖子啊，对，都是对。好，哎，这边是盖子哈，这边盖子，从这边来看的时候，盖子小鱼干、黑芝麻、虾皮、花椒粉。花椒粉的话，它含有很高的钙质，你需要吃75克的花椒粉，可能吗？好，但是化学检验分析出来，它含钙就是这么高，含钙就是这么高。好来，那我直接给各位，小鱼干45克小鱼干可以得到一天1000毫克所需有多少？来，这个我已经称好了，给大家看。就这样子一包，在画面上哈，哎，对不起，画面没有出来，发现，就这样一包，小鱼干就这样子，一天，那当然，再说一次，我们不可能以单一食物来源，还记得我们看的那个电视行销广告吗？要吃几条鱼？50条，这个不止啊，但是都这么小条的啦。好，然后呢，相对起来，如果要虾皮的话，我已经称好了。虾皮需要多少？虾皮需要72克。72克有多少？在这边。72克不多，但是各位想想看哦，哈，我们这是调味用的虾皮，居然要吃72克。怪怪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我现在来测量一个东西，绝对让大家大吃一惊的。好，我把这个电子。好，对不起，耽误一点休息时间哈，耽误点休息时间。我们来看一个东西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对不起，我调一下焦距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个。哎，对不起，不是这个答案。这个东西叫做小方豆干，每100克小方豆干含685毫克的钙，我吃146克的豆干就可以得到一日所需。再次说明，我们不可能以单一食物来源，但是我就是故意要做一个反差。哎，稍微，一个人自编自导自演，现在需要个助理啊。这是一份豆干，就这样一份，对不对？各位猜猜看，几片可以达到146克？7片、8片、9片、10片，旺仔哈，原来我知道几片，但是我给各位猜猜看，万一我这袋吃不够怎么办？第一片25，第二片51，第三片80，第四片109。我换大片一点的好了，可能有一些比较小片哦，这个比较小就把它拿掉。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1公升的牛奶，
五十条鱼，三十六很大。我这段要上 YouTube， 所以我不要播那段影片，无片豆干。我骗你，还是我诓你，还是你们被广告骗了？被广告骗了。啊，我们要讲广告，等一下，记得我上 YouTube 啊。还好啦，没有